敬浩和秀英这对小情侣爱情长跑了多年，备受粉丝祝福，纷纷催促要他们快点结婚。虽然两人并不是高调放闪类型，但也不会刻意避嫌，偶尔都会在彼此的社交账号下留言，简单的互动更是有种平淡稳定的幸福感，这跟普通情侣没什么不一样。最近正在拍摄《机智医生生活二》的郑敬浩，每次拍戏时都会使用同一款滤镜，还因为太常使用，好几度被女友秀英嫌弃。19日，秀英发文 po 出了几张自拍，配文写道。像我一样滤镜挑来挑去，最后还是只用原相机模式拍照的人举手。郑敬浩看了便回复，我知道一款很不错的滤镜，要介绍给你吗？没想到女友都还没现身吐槽，少时成员余力就立刻出马帮腔，回绝了一句不要，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回复，看来是看不下去很久了。而秀英本人随后也回复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脸符号，让网友看了都忍不住笑郑敬浩，这滤镜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